康熙拥有精致五官与高挑身材，出道后迅速成为各大品牌的宠儿，人气相当惊人。近日他为杂志拍摄的画报释出，只见他换上多套造型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挂上鼻环以及唇环，搭配拉长的黑眼线，整体风格相当暗黑前卫，让人一时之间认不出来是他。许多网友纷纷惊讶留言：“小太妹风格，这个无法接受，这造型谁也驾驭不了，还是喜欢他自然的样子。”不过还是有粉丝力挺，认为他勇于突破框架，相当帅气啊。Bye.